可以哦。我准备好了，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先给上个女神泪，维嘎，维嘎，维嘎。哎呦我操！我想升级。我想升级呀、啊！加法强啊！抢银头可以，最好下波能给个露露，这样我们小法师就更猛了。三福星，让我想一想啊，三福星，别福星就是个坑，下波来阿卡丽我们就走三福星，不来阿卡丽我们就不走了。这把福星来这么走其实可以玩，兄弟们知道吧，这把其实可以玩啊。就玩小法呀，行，就玩小法吧。但我前期已经连胜了，不要了，撇了，快给泡泡，哎呀完了，这轮输了，我操，哎呀这冰碴子太恶心了，要没有这冰碴子，这波我们小法师两个点名直接赢了，挺烦人呢，断我连胜挺膈应人呢，这可太膈应人了，别的就不说了，你是太烦人了。打棒子吧，请问左上角猪头怎么卖？你见过这么多瘦肉的猪头吗？你吃啊？
给个银马吧。这是啥呀？吴亦凡吗？妈呀！法强叠多少了？法强没叠多少啊？没叠几个。现在什么段？转二了呀？这个阵容好像不用天选之人，要天选好像也没啥用，也就天选夜幽了。就这种不用天选的阵容就很好玩，你知道吧？没天选也能玩，就很厉害。小法三星，我们需要七弟。给猴上个锁着甲。这塔姆怎么要一v五啊？塔姆，完了，让人堵脚里头了，不掉血，太肉了。给个女神泪儿大剑，好，大剑有了，女神泪儿，能给个腰带上日炎也行，女神泪儿差一点。先给个日炎，这边上个科技枪，算了，猴的猴吧，上猴吧。下边再给个小法，我们直接起飞。好像永恒之身的银马也不用，麻着吧，不用白不用吧，凑合拿吧，是凑合用，兄弟们。凑合用一下。用不了，用不了，凑合用嘛，没跟你说凑合一下。哎，其实拿来哪个都可以，你知道吧？这个阵容我发现他不用天选，这只能说是锦上添花，你知道吗？
差一个小法师，六弟还是七弟呢？七弟吧，七弟，我们七弟。刚才输了，这回我上这个试一试啊。下轮给九块，小弟一下。好像又输了，又输了，这咋整呢？给个女神之泪一块钱，算了，拿着吧，没有的话就拉倒了。我现在差个分女儿，差个蛇女儿，天选银马卖了，为啥要卖呀？我为什么我买的我为什么要卖它呢？我卖它干啥呀？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三法106还行，哎。现在就差个蓝 buff， 启动的太慢了。感情深，一口闷，下播给个小露露。呀，这是同行吗？这不是同行。对，要个分女儿，然后上个蛇女儿，正好七银口就成型了。给个女神泪儿，女神泪儿，大棒儿啊！可惜了呀，没东西能用啊！可惜了。
法爆蓝 buff 卡住了小法，小法打假赛了，往前窜一窜行不行兄弟们，往前窜一窜，这小法师不能在这儿啊，我少一个人都打不过我，但是少叠法强了呀，蛇女儿，如果我上六森林这个样子呢，会比刚才厉害吗？这样的话就少了个秘术。你们说六森林厉害，还是说就是刚才那个阵容厉害呀？完了，这小法又打假赛了，我就给他换一换个位置，忘了。把寒冰杀了就行。只要别让努努给吃了就行。努努比他血多吗？好像没有，那咬不死，没事。八百九分女，分女站最后边。我不上六森林了啊，我把森林撇了。少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少个蛇女哈，少个蛇女。好控制，不上六森林为啥要拿森林天选？问的好，那拿啥？你说没有东西拿，所有的羁绊全部都能吸引口就成，拿什么？拿什么都多一个，你说拿什么？又他妈没有女神泪啊！拿大棒子吧。拿夜幽天选，说拿就拿，拿嘴拿，拿嘴拿，拿你的嘴拿，是不是？说拿就拿呀！我是发牌的，我这。诱惑一条毒蛇，毒蛇，这个阵容好像就打吴亦凡稍微会有点吃力。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吃力，但还行。我不卖，我指定不卖人马，我肯定不卖，我就不卖，我就不卖，我就这样，我就不卖，我就放这儿，我就不。
我阵容就这样，我就五麦。来陪我玩吧。我这装备还没装呢，等我打完鸡的，看打完鸡是个什么样子。你露露放后边，他660射程死了的，把蛇女放这边吧，蛇女放这边，露露放这边。锤石小驴人，分女往右边带，可以。现在就是差点装备，先给个女神泪吧。别让我合龙刀行不行，蓝 buff 啥玩意扔了，真理之意与我同在，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完了，卡住了。火炮、传送门、决斗大师，给点啥呢？快递呀，快点来三星快递。露露差一个露露差俩，银马差俩，小法差几个。传送门行，其实露露也行，给露露上个火炮。200来血，我看大腰带，大腰带也200的血，行，就这么地儿吧。谁也打不过，咱不没三星吗？而且小法装备不好。刮痧吧你！小法技能没放出来，靠！蛇女先不要了啊！真理之意与我同在，分女也先不要了。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呢？这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我们卡住了。先把露露升了，再升小法，最后升银马，再升锤石啊。可以。俩传送门。这幽梦之灵小法师属实有点搞哈，算了，要这个吧，要不有点克我们，拉倒吧。
么又给个人马呢？辟邪。小法。锤石。差一针。这个你们觉得给谁？你们来吧，我就是。给人马呀。给人马行，正好说是那个进夫啊呀，我给个人马。哎呀，哎，漂亮这波。给人马吧，正好那进就因为这个我们才赢了这一波，你知道吧，刚才就因为这个我们才赢了。小法插一针，锤石插一针，斗地了，指定地，哎呦，地出来了，锤石来一针，可以啊。开始点名了。给锤石给鹿的都行。给锤石吧。给锤石，这装备都给锤石。为啥呢你知道吧，哎我操，这什么玩意儿了，这挺烦人的，这别死了啊，别死了，别死了，别死了，哎还行啊，这不给我整个前四属实是不太行，因为露露他只能加血，他不能加盾，但是锤石可以加盾啊，锤石能给盾，他妈有个三星瑞文可怎么整？让寒冰打我，那人马都不掉血，那掉地上。嗯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查哪，查了半天没找到地方。你先拿下吧，兄弟。
还可以。哎我操，小法师把韩明点名了，猛啊猛，可以啊，我们吃分是吃了。哎呀你个刮痧吧，你给我死死，哎拿下，完了，这瑞文我也打不过呀。完了。我这小法死了，这把属于意外情况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把真属于意外情况，你知道吗？这把有了一手三星瑞文，要不然正常我们是吃分的，你就像这刺客他打我他都打不过我。